过去，过去。好。哎。过去，过去，去。我弟可能晚点到吧。紧看紧买啊！我徛你遐买啥？都无话，你讲你徛你遐买啥？会掉，也无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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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昨天这些东西，今天有留东西下来，今天有留东西下来。那个鲑鱼竟然没有卖光，吓到我。那个平常大家都是问鲑鱼，问鲑鱼，问鲑鱼，今天没有鲑鱼，竟然留下来。五百九元那边，五百九元，七块钱啊，十块了啦，好啦，十块包一下，五百九元十块包。今天拜几个？拜三个拜啦，拜三拜啦。啊，放水我需要放啥？水我需要拜个。哦，水我需要拜。拜个，拜个，哎，第五期啊，当一期要拜三拜六啊，啊，第五期要拜个。喂。你们还有时间帮我按到一千个赞哦，现在接。波波前方按到一千个赞，快点快点！快点，你就搞崩！哎呀，唔知咩事，哎，几好啊！你做咩事啊？辛苦啦！辛苦啦！好快啊！好快呀！四条嘛，还三条？三条啦！三条都赔钱了，还四条？但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没有看你的账号，所以我不清楚。你收得久的啊？我收了就无啊。那两包那个，两包啊？无够啊？两包无够，就只小包啦，无够遐济。一块钱。
好吧，依一个，系。这个小青菜啊，我说。你洗得干不干净了？洗得我吧。OK， 哎，买一包会使哦。可以啊。哎呀，咱接门子，咱接门，还不够吗？都。哈哈，再吃一包。来，买一包。OK， 我再吃一包，还吃一包呢。这两包。你几招？你几招？你赶紧。啊，小我来啦。哎呀，炸来了，哎，你太好了，太好。秋哥，开始，要点咖啡吧？嗯，对吧？我吧。主播啊。你咖啡几包？包。那个龙虾不？准备。你一定有在看哦，我嘞，你只是没讲话就对。小平很漂亮，我不错，去吧。对，那边是卖价直播，现在才有空打字。你现在还在山上。我们下雨。小波，小姐，小波。小姐。小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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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oh. ，OK OK， 大老板，这是比较好喝。两块水，两块呢？两块。我来上班。谁谁我包呀？好，谁都行。我哪下包的话？我忘记了。你上水啊？无人比你较水。两个，两个水。你可以过来，来，谢谢你，来当洗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白带也安那边，啊？白带也安那边。白带已经在几块是两百，三块五百。
台两百了啦。你别吵啊！下次能吃多少钱？我都吃不住的。他给之前不要，没有地方可以。时间比你那些来挑衅的人。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、啊。阿弟也是很忙。谢我爸。谢我爸。还有呀。不要躲回那个。没有分叉好。灭掉他吧。三个五百。生气我点，我就觉得他讲那些话，我完全没有感觉。不会，人家骂我是骂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被淘汰太沙巴。闭嘴好吗？你们嘴一直讲，臭嘴。人家骂你，要臭嘴一直讲是怎样？是家里死了？骂我大概是这样，骂我的话大概是这样，所以。我示范给你们看啊，就是骂我的话大概是这样。开始啥？咩头鱼？我拍彩。就是你就是要出去镜头，你又唔知系咩？咩头啦？咩头好食？食，真好食。再来个彩。头买彩，是彩配等于免煮。太彩了。好呀。我每顿现在都可以接，现在千了，喂饱了。我看到这种话，我都可以当做没看到了。所以没差啦，真的没差。你好奇的是现在不用戴口罩了？都一样啊。有啊有戴啊，戴这个吧。不用讲这个啦。好两排，你还无做钱啦。那个，你是第一万个说口罩的事情。为什么要骂我？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看啊，他们觉得我的生意很吵啊，然后我在旁边帮客人买鱼，他也会有意见啊。然后我说这边有一份，他们也会说你好吵，又走了跟客人。找你钱了没？反正就是那个第一次来看的人就会讲这些有什么用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对，
你要看没讲话的，你就可以去看，你可以去看那个苹果妹啊，那个你看电视机啊，那边都不会讲话。中心市场我有去直播啊。李克东早，差不多了。啊，算关播关播了。今天进来有邓郭宇循环吗？关。你郭宇可以跪下。你叫我关，我拍后面就好了。你要卖，你要怎么卖，你的事啊，哈。好。好，关。我不关，我拍旁边，你看你要怎么卖，来。我知道你的意思啊。那个。他要卖破盘价，所以我先把他弄到后面，我不要看他怎么卖，让他先卖。恁卖不卖啊？我要看转来。真的啦。我爸啦，真的。有诶无？五包。破盘价，五包。因为他现在乱卖哦，不能拍他，等他那个桌面的拿完以后我再拍。我们先到后面。小平为什么不能关？因为你会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快点啊！所以我白卖啊，这条线啊。我来，这么等来了。你在哪呀？在那边那边这边的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讲你在那边的啦。什么？这个。大哥啊，我要去啊！不能拍桌面，不能拍桌面。买啊买！快点啊，1000个赞啊！小平的说话，你要按，你能按到1000个赞，快点！没有1000个赞，他没办法下班。我今天看到几根笔了，快点啊！还剩29个赞，快点，按！你哎呀，你有买啊？无，小朋友你打算？哦，你啊。哇，真嘞！你这高级电视机。你如果要买，你关心一下，我帮你留一下。啊！对，没错，我真的。OK。高级电视机200块了。小皮，1000个赞了哎，怎么办？你下次个人直播要穿清凉一点，这样。你下班了，耶！恭喜你，小平，你可以下班了。我再撑一下下，剩一点点。对，月底没钱，真的。昨天我在发富二三跟新打卡就有感觉很明显，因为大家的五倍券花完，然后再看月底。小平有个人直播啊。哎，你年轻人，我吧，500啊，500。还北多少？北多少啊？200，3条500。1条200，3条500。气了都不会有这样的讲。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忍受被骂的话，最好不要做我这一个 YouTube。我那个我都已经没露脸，只有声音没有露脸，都被骂成这样了。我跟你讲，很多 YouTube 都有忧郁症，很多 YouTube 都有忧郁症。阿丁有忧郁症。哦
啊，公司的规定你有忧郁症。不一样呗。做这个很容易有忧郁症。哎，这不一样了呗。哎，这卖不回来。三百零了！哎呦，够嘞！我未使去嘞，我未使去嘞，我未使去嘞，我未买。没事事哦。三百零了，没事。没弄破了。这样一盘多少？卖完了。那个德军说我不能访问他，因为他放音乐了。两百块啦，两百块地。他放音乐。两百块，两百块地。对啊，德军说他三年前就会有这个症状，有躁郁症、忧郁症。不是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今天，哎，他卖完了，剩下白带，剩下白带。对啊，你看白带其实有忧郁症。他会卖我把这种情况呢？先生，你这么早开过来干嘛？他叫我开过来，可他不知道今天脸臭什么，看到吗？他今天脸很臭。我觉得他今天不错差了。他不是每天都这样吗？没有。他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早上就这样。啊？早上就这样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先生的粉丝来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我来吃烤肉。
什么问题？没有恶意的，哦，只有光头而已哦。来来，找好人，找好人。来哦，东西很漂亮哦，新哇，今天都。好，我让你干什么头？今天全部都清胶。今天全部都清胶。好，来，叫喽，来玩哪里？哦，怎么样啊？来来，叫喽，叫喽，叫。那接下来在哪里？我个乖啊，罗东鱼家先生啊，我个乖哦。来来来来，东啊，东西很漂亮哦。好，来找喽。等一下。有青瓜芋头，我看要扫一下。好了，好。哎，员工你别扫声。哦，欢迎扫声过来没有？来，找好了，找好了，找好了。来，看一下一下，有芋头。我不带啦，我无啦，你给我一头好啊。金瓜。金瓜。金宝贝走了。茄子。我送你啦。菜头。我死好啊。真正讲的，阿你要搁走落去？哦，我会分你个啊！来来，吃。我搁坐起遐啦。马吉切，马吉切，没错，马吉切。走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气啊，要死啊！来，别跟后路啊！别跟后路，走路。哦，你往开讲说哟，走路。哦，气死！我不知道马吉切是什么。走喽！哦，变好大门诶！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两个五十，我可以买给你，我的变几百喽！来，包围！我准备四条，知道吗？红红，那个比较偏向的拉赞。来，一样扎扎去。来，一百五，哦，来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祝你平安顺心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哇，一样拢几点了？五点啊。哎，你上好是三点就来啊，哈。哎，上好是三点你来啊，哎，三点你来准时到啊。我惊伊烧死啊。哦，你听有无？我惊伊烧死啊。哦。人工那个老公哦，我阿爷规日来巡哦，我昨天阿公你做咩上群好啊啦？三百人起来咧问啦，哎，成只规工的啦，我是你拢在做规工做咧讲哦，隔壁同事要来啦，哎啦，迄拢无空想的啦，真的啦，我要热要死真的啦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怕他烧香，我帮他倒数啊，一边倒香，烧香。五四三二一，收紧啦，收紧啦。我两做两个，我来镜头，镜头。来耶，葛建中，三，拜拜。葛建中，你最想看的对不对？来来来 ，Q 了 Q 了 Q 了 Q 了，炸了！一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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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